太想念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每一位家们的掌声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无双直播间，喜欢无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我们的无双直播间灯牌五级可以加入无双的抖音粉丝群啊，谢谢大家的点赞支持，上点关注下点赞，谢谢我们家人们，欢迎我英姐，欢迎珍姐，欢迎我们野猪小姐姐，欢迎三哥，欢迎我先来才艺展示，家人在这儿说，欢迎我彩云姐。我们家人在这儿说，那个你那个小肚腩都出来了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每天我上播之前吧，我必须吃饱饭，我才有力气从上播坚持到下播。所以呢，这必须得吃饱，所以吃饱以后呢，肚子它一定是起来的。不能再说了，这个事情，闭嘴都。这个叫风韵啊。那穿旗袍得有风韵啊，前凸后翘的，也不能是平平坦坦的，这穿旗袍没感觉啊。翘是翘这儿啊，这也需要有一点点小肚腩才好看，咱那就是凹进去的反而不行，知道不？穿旗袍就是这样硬味儿。嗯，不是，我给谢谢，感谢人生无常哥，谢谢。我给大家说啊，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，就是有小肚子的女生是有韵味。健康的，不不不，就从身体健康这个角度来分析，有小肚子，因为有小肚子它有脂肪，它才能护体内的温度。是我说多了，开始拉扯了。人心啊，没有温度怎么暖人心啊？对啊，因为要有小肚腩、小肚肚，这样的话才会有魅力，才会有风韵犹存的感觉，知道不，家们？这是魅力所在。所以我们的张大爷，哎，张大爷喜欢、哦，好好好，李大爷你也喜欢呀？行，大爷们，绿牌绿码挂好了没？好的，扣一波好。这小张老师，两天不见，张大爷、李大爷想死你了。这么想念吗？可以给我想念好不好？咱们来一个太想念，想念张大爷、李大爷。哎，蒙古人，好的，人生无常。你们前排就坐啊，前排就坐，来喽。就是，就咱这身材了，还挑呢？咱们身材没得挑，
你们侧面好好看看，就咱这身材。谢谢大家。欢迎梦回唐朝，欢迎野猪姐姐。我哪有时间运动？谢谢我英姐，感谢溜达鱼。我时间都睡觉了。谢谢行者哥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导演们，小二上场。欢迎我外哥，是吧，天空哥，挺可怕哈，你怕不怕？欢迎老 baby。 喜欢你，我是个女的都那么喜欢你，那太好了，谢谢姐姐们，咱们哥哥姐姐们辛苦了，谢谢大家好上，喜欢无双，喜欢张老师，咱们左上角点点关注，上一个灯牌，谢谢家人们，拿起我们发财的手指，瞄准我们直播间的红色的血条，加油，点点赞，谢谢英姐，谢谢家人们，张老师，好的，我先说这个对面那姐姐，你喜欢我吗？你看一下我，你喜欢我吗？你我哪儿不好？你告我，我改。姐姐说你太幸运了，你能不能别当着我的面给无双表白呢？姐姐说我都喜欢，雨落均沾呢。谢谢，感谢我外哥。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。拉什么曲儿？咱那个人生哥那个那个蒙古人，稍等一下啊，因为两家和这个曲风跟上啊，咱按咱这个节奏来走，咱下一首就柔情，我给大家来拉蒙古人。好，欢迎扯蛋哥，欢迎。好，
天空哥头发乱，证明我今天洗头发了，它没有粘在一起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星星哥，好听好听，拉的带劲，我还以为你卡了呢。没有，你不说话我不敢说话，少来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是，该你了，好朋友。好嘞，谢谢情感哥，谢扯淡哥，谢人女人如茶哥哥，谢何哥，谢谢我们真姐，感谢我们野猪小姐姐，谢谢我们的梦回唐朝哥哥，感谢溜达鱼，谢谢架头哥，家们，我们瞄准血条啊，自家的血条点赞是双倍的，一定加油点赞，点赞可以增加我们直播间的传众啊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来一曲《女儿情》，送给两边直播间的家们，咱家人也冲着血条点一点赞，谢谢家们啊。全站第八名，大家走一下票，还有七分钟，我们守一下，最后两点钟会解榜的。
好棒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酒吧哥，欢迎酒吧哥啊，欢迎星星，感谢星星，谢谢情感哥，谢谢 DY 哥，欢迎万爱却步，感谢扯淡哥，谢谢球球，谢谢女人如茶姐姐，谢谢静夜思绪，谢谢我们榜上的哥哥姐姐们。来，接下来辛苦我们所有家人们点赞了，我们已经马上快突破50万赞，辛苦了啊！有请张老师，家人们，我们小星星助力一下啊！把我们的小星星助力起来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所有的所有的家人们，我们离这个2点钟解榜还有4分钟时间，咱家现在是全站第8名，所以希望大家有人气票的，我们走一波人气票啊！每一个人手里的免费人气票，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人气票，大家能甩一波人气票的，咱现在还有4分钟的时间甩一波人气票，保一下咱家的这个名次啊！咱。